事真是惊人。这里难道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那道光束和实验室里看到的光束一样，你回去看看。附近看起来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
到处都是战士的残骸，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糟糕，被埋伏了。数字应该有某种关联。这里看起来很暗，我需要打开手电筒才行。发现了那道光束，我得加快脚步了。
到出去的路才行。